北京城很大，大得你不知从何读起。通常外国人来到北京，不是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吸引他们，而会喜欢红墙碧瓦、胡同里古朴的居民，认为这些是北京的特征。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，北京是一座很复杂的城市。可能即使在这里住上一辈子，也读不完北京的历史，也可能只要三个月不到北京，就会不认识它了。北京就是一座大学，一座民族博物馆，你可以沉醉于它的历史人文，也会惊异于它的日新月异。古老而又鲜活，博大而又精深，高远而又亲切，迷人而又难解。北京是单纯的，单纯的你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北京。北京也是多彩的，丰富的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。当你一进北京，这一切就会向你扑面而来，让你目不暇接，不知从何读起。